今天你要记得，不是我呼召你，是上帝呼召你来完成他对你生命的托付，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成为恩典堂的社区传道。你是否愿意在主的面前一生一世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，付上什么代价，吃多少的苦，面对多大的压力，你都不离开主对你的托付，一生回应主对你的呼召，一生侍奉他，一生不离开你的岗位。我愿意。哈利路亚！在主的面前，在众人面前，和我一起向着主来宣誓：我沈佳慧，我沈佳慧，既然蒙怜悯，既然蒙怜悯，受了这职分，受了这职分，就不上当。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，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，弃绝了，不行诡诈，不行诡诈，不妙讲神的道理，不妙讲神的道理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只将真理表明出来，好在神的面前，好在神的面前，把自己建立个人的良心，把自己建立个人的良心。我沈佳慧，我沈佳慧，不要牧养在恩典堂中间神的群羊，我沈佳慧不要牧养在恩典堂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的旨意，按着神的旨意，照管他们，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瑕疵，也不是瑕疵，所托付我的，所托付我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，到了牧长基督耶稣，到了牧长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，显现的时候，我必得，我必得那永不衰残的，那我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，荣耀冠冕。阿门。开始颁奖礼。这是重点姐妹为着沈传道来祝福姑娘的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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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佳慧传道是父神你所呼召的，我求告主你的圣名，求主你一生带领他，调教他，教导他，调教他，让他成为一个充满大能充满智慧的牧师，一生荣耀的圣名，带领你你的群羊得胜一切的试探。主，我求告你的圣名，当他在侍奉你的时候，求主你加添他力量，给他信心、安慰、能力，好让他在服侍，好让他在服侍的道路，不论面对什么样的难题，付上什么样的代价，面对什么样的环境，他一生不离开你的托付，一生站稳在他的岗位里面侍奉你，永远不离开他的岗位。所以我求告你的圣灵，你的同在带领他，保守他，帮助他，也祝福他手所做脚所行的服事，让他建立的国度，让他的生命荣耀你的圣名，让他生命散发出真心的爱，充满足你大能的爱，积极多在社区的人
的灵魂因他生命改变，因他认识你，因他接受你，因他走出黑暗。主啊，求告你的圣灵，你帮助他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在他疲乏的时候，在他软弱的时候，求圣灵充满他，你带领他，让他在这个恶者敌人的面前夸胜，因为有耶和华上帝做他的主，他能够得胜一切。我把神教会传道交托在你的手中，你赐福他的生命，与他同在，也求你照管他的家庭，供应他一切的需要，帮助他的儿女一生成为众人的榜样。求主你赐福他的家，让他侍奉你的家，侍奉你的家的时候，他的家更加的丰盛美满的幸福，荣耀你的圣名。谢谢你，全体仆人在你面前的祷告，众弟兄姐妹合一的祝福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